问讯。赈灾模式的核心的四个步骤，核心是上人教导跟启发。走过整个赈灾过程，从中也看到每一位志工的成长。星期一，我们志业体的周会，竟然他提起了30多年前，那个时候华东水灾很严重，那一个时候我也是行脚在外呀、啊。那个时候是台北李居士，他每一回我行脚了，他都是虔诚开着他的车，虔诚啊载着师父，从北南下。啊，那一回呢，那李居士呢就去买了一份报纸来给我看，联合报里多大的字，就是登了这种水灾了，严重啊。看了看了看了文字呢，心里都很不舍，所以呢想着我们如何能去帮助。后来就下了决心，就说我们来呼吁，呼吁了人人发挥爱心来帮助华东水灾这一波呢，要大家来动员起来。我一呼，很多人来响应啊。那个时候已经呢决定要做筹备呢，不是那么简单，因为是第一次，我们要如何去？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呐、啊，我们都要救。只要走得到、看得到的，我们都要救。实际人去看灾走过的路，所看来满目疮痍，总是呢要救。那是要多少多少的物资啊，采购是个问题，印班也是个问题。那物资呢要花多少钱也是个问题，很多很多的问题啦，很多相应的支持的，我一直心存感恩。被批评的、被阻扰的，我们还要看人，看的人要撑得住。回顾过去了，我总是呢内心很那种复杂的滋味还是在记忆中呢在浮现上来，但是还是很安慰，终于呢时间呢、啊、已经呢历史那建立起来了，很艰巨，但是呢很多菩萨在人间，而且呢很多苦难人得救，所以呢实在是也很安慰。在看到了那个时候那样的山路多么曲曲不平，看看车啊车队在那样的路上攀山越岭，
很感恩那个时候啦，有隐士智公菩萨黄群玉，他随了车啦，沿途拍，还要黄华德七世堂做采过。我们那个时候所采过的啦，总是呢是我们要用的品质，用上等的棉花，要很厚的，让他们能御寒取暖的，这样。还有米，都是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呢进去了，总是呢那个时候的历史了，将近30年了，记忆犹新啊！记得那一天寒冬的太阳啊，大家来领物资啊，都是呢很感人的画面，而且委员啊疼惜疼惜这一群啊老老少少，这都是呢我们曾经有过的啊。那个时候的确是需要，现在呢我常常都说，做好事要把握机会，时间啊，苦难的时间会过去，爱心要帮助人的机会要把握，时间过去了，那时代不一样了啦，现在的交通路已经开平了，车好走了，交通一通达，那时间过去，孩子们会长大，受教育的呢，我们也一直有在那里盖学校，总而言之，看了孩子呢一代一代的长大，这已经30年了啦。当然呢，这样时代背景不一样，孩子都长大了啦，经济都已经变了，都是呢经济都很好，乡村啊小镇啊，现在呢都开发得很繁荣了啦，看的也很安心很欢喜，这就是时代在进步，生活在改变啊，这是在江华义的代际，看到了现在慈济人啊，看到这样的情景，生命的盘点会很丰富。最近师父一直要大家盘点生命，生命盘点就是这样，回忆一下哪一件好事我们投入做了，或者是呢，后延的工作，劝募，点滴点滴的汇聚起来，供应了我们要付出的这么多的物资、经费等等，大多数啦，慈济人呐，总是呢很出力，很用心，我们把爱呢布达宣导出去，让人人呐启发爱心，在街头巷尾啦去看我，走在大街小巷啊，我们不也是有这样的一首歌吗？奔走在大街小巷里，
都是挨家挨户去劝募，那一种放下身段呐、为爱奔走。还有呢，他们到了前面去，攀山越岭啊，他们要去面对的很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。我们到了那里，可以呢，亲切的展开了双手去拥抱他，拥抱苍生。假如不是菩萨，哪能去拥抱苍生呢？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，很多很多的记忆啦，很不可思议，一幕一幕啦，一直涌现出来。